华航机组员的清零计划在今天执行首批的拓翼采验，预估是有54位的机组员采检，那么报告尚未出炉。但是关于华航的清零计划，被外界质疑每次呢出错就推新的小民去送死，因为不管拘检是3天或者是5天，这个风险的改善呢是微乎其微。不过对此，医师李秉颖强调，为了要厘清华航的疫情，清零计划是必要的。桃园华航园区架起一个个采检棚，8号一早，部桃人员全副武装，帮华航机组员进行首批拓翼采检。华航松讯也有各式车辆出入。清零计划筛检第一天，预估将有54人受检。今天都采检完毕，但结果当然还没出来。华航爆发群聚后，指挥中心针对华航机组员进行清零计划。部分华航机组员认为，指挥中心没讲求科学防疫，反而一出差错就推新的小民送死。我们常开玩笑讲，有时候戳鼻子都戳到那个鼻中隔弯曲都好了哈。问题是你，如果你这5次是可以被替代的或者免除的，比方说又派飞出去了，那你怎么能保证你派飞出去的这位机组员他是干净的呢？华航机组员俨然成为防疫祭品，但指挥中心专家小组咨询委员李秉颖认为，并非针对华航，而是怕其他隐藏感染源风险才需要清零。赴桃的清理计划是不是在不知情的情形之下有可能会得到感染？一个比较完整的调查针对华航，这个是必要的。华航群聚风暴何时落幕？除了揪出潜在的感染病例，也期待别再出现新的确诊者，让疫情继续延烧。记者吴俊伟、曹嘉仁台北报道。